同大家去呢个百年古迹大馆，佢系历三级历史建筑，系旧中区嘅警署。咁点去呢个大馆呢？有两个方法，由中环嘅 D 一出口，沿住呢个皇后大道中一路行上呢个上环，再坐呢、這个自动嘅扶手嘅电梯，可以直达呢个大馆。或者由香港站嘅 E 出口过天桥，行去呢个中环街市，再去呢个半山嘅自动电梯，直达呢个大馆。我咧就由呢个中环嘅石板街行上呢个大馆。咁呢个大馆咧位于呢个中环荷里活道，前身系中区警署。曾經是呢個執法和懲教的重地，經過活化之後保留了呢個中區警署、中央裁判司署同埋呢個域多利亞監獄三項嘅法定古蹟。而家咧增加咗呢個當代嘅藝術館，該項目咧係2019年係獲呢個聯合國科文組即嘅亞太文化遺產嘅保留嘅卓越嘅獎。呢個大館入邊咧有16座歷史建築，同埋兩代現代化嘅建築，由呢個國際知名建築師設計嘅，咁好值得大家嚟參觀嘅。
想起你的脸在眼前浮现，心中的感觉无法抚平。每个夜晚里牵挂你的心，无法唤醒那些旧时光，思念在心海、如潮水涌来，带着爱的光芒照耀我胸怀，你那温暖笑在脑海闪耀，如同昨夜梦甜蜜又辛苦，多希望再见牵手走一段，把那心中的情演绎成篇章。潮水涌来，带着爱的光芒照耀我胸怀、如同昨夜梦见你又辛苦，多希望再见牵手走一段，把那心中的情演绎成篇章，思念在心海如潮水涌来、带着爱的光芒照耀我胸怀。希望再见牵手走一段，把那心中的情演绎成篇章。错过的爱，靠回忆和时间。
感谢观看，记得订阅香港背包，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